平安，平安，让你放心的祈祷。主祢天父，我感谢你，你收住我活命，照你的形象来做我，我有你的疼，有你的公义，有你的圣洁。终于祝我所讲的世间，有许多人的罪，有我家己的罪，有别人的罪，有故意的过心，也无意中的过心。所以你听我，你用你的听，用你就是圣洁主耶稣的宝贵在上的我，让我对黑暗中行出来，让我的活命得到成长，让我的活命得到扶持，让我的活命会当做你好的体验，甲你同工。主，我恳求你，搁再一遍用你的话来光照我，用你的心来教示我。予阮通得到智慧的心，予阮若做你神的儿女，也做你神的子民。主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我安尼祈祷，我可救助耶稣的圣尊名。阿门。首先，我代表屏东平潭的之家，甲大家说一声，欢喜用这个主日来有分伫平潭的之家迄、那个。智能教育的事工，所以智能教育就是咱台湾人口的中间有2%是智能甲咱无啥共款吼，咱的智能，咱的智商拢达到100的，就是因有人伫智能伫70以下，有的是对遗传来的，父母中间有一个智能有欠过，安尼遗传落来，有的是。对生产的过程造成的伤害，有的是油温造成的伤害，有的是首先照顾不良所造成这伤害，有的是不是出于遗传，也不是拄啊讲遐伤害，是因为染色体的变化，染色体突变造成伊甲别人无同款，智能上的欠缺，目前屏东碧蓝之家有151位，对7岁到48岁拢有吼，来自九个县市，有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的吼，若有智能的欠缺，像是嘛有其他的欠缺，有听觉的欠缺，有讲话的欠缺。有行动的欠缺者，遮个教一个即款个囡仔，成本非常的悬吼。教一个囡仔，一个囡仔一个月要用25,000+吼。因为即爱2-4点钟拢爱固定了吼。因个智能因个距离有限制，所以就爱一再个重复。因无迄个理解力，你袂当用教育囡仔迄款个方法来甲伊牵教，都爱用特殊教育个方法来甲伊牵教。只有因无当迄个抽象个迄个思考，因只有会晓用因个视角，用目睭来看，来模仿即款个具体个别个迄个教育个特殊教育个。的方式来甲因参加，所以迄个成本会较悬，虽然成本悬，也阁是上低吼。那一个公立的教育院，一个房一个月要开7万到8万，所以因为屏东的消费较低，阁私人的机构迄个种种的迄个效率，可能是对比公立的效率会较好啦吼，所以。虽然是安尼，嘛维持一个相当的品质，至少，或者囡仔，那我伊的性命会当活落去，佫会当发挥伊抑佫有智能会当做的工作吼。较定啊，礼拜抓你会当伫阮的教育的过程所产生的这物件会当来买吼，伫我预备产物伫这个教育的时间。
咱今早起所看圣经章，咱搁一遍来看吼。箴言第二十二章，箴言第二十二章，迄、那个引入印之后，咱就有搁想讲吼。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咱只有一节尔吼，直接讲教养囡仔就用合宜的法，就伊教老也无歪错。咱做读看卖吼，来教养囡仔就用合宜的法，就伊教老也无歪错，不白吼。教养囡仔就用合宜的法，就伊教老也无歪错。直接咧讲教养。什么会是外面的教育？外面的教育，就是讲外面的教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外面的人才会当教养有外面的人，吼、哦，是外面对外面的一款的互动。无论是老师对学生，是外面对外面，还是讲同学甲同学的中间的学习，这拢是外面到外面的一款的互动。教育伫咱主教所读的圣经讲，教育囡仔就用合宜法。教育伫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迄个含诺克，含诺克意思就是讲训练吼。咱中文翻咱的汉字是讲教育，其实原来意思是叫做训练。啥物叫做训练？训练甲教育无啥共款吼。训练有时吼是甲你本来迄个本领吼无相共款吼，卖当讲违背你本来的本领啦吼。亲像来讲，咱有足侪本领吼，甲其他的动物吼，甲遐猪啊狗吼，真共款，真啥亲像吼，亲像大小便吼，咱本来吼毋是即款型的吼，咱本来是行到倒去吼，啊放到倒去啦吼，就地大小便吼。这是咱的本领吼，总是经过参加了吼，咱就禁的，找一个所在，去啊大小便了，搁啊该冲水，搁洗手吼，这拢是吼，甲咱的本领是无啥共款的吼。咱写字嘛，毋是咱的本领吼。迄囡仔，你当阿未甲伊参加的是，你毕竟后伊就是遐变话，伊会涂鸦，涂鸦才是本领啦吼。经过参加了，才会一点一画一画吼，安尼。人啊，人的本领若无经过参加的是，未当发挥伊的路用出来，未当做伙生活吼。咱若行到底，放到底吼，哇，迄实在是真无好生活吼。而且就是咧讲，人为着要生存，也是讲为着要生活，要活落去，也是要活得会好势，真正需要教育，需要迄、那个，需要参加吼。伫迄个过程，现在有时是真无容易吼。若要参加一个囡仔大小便，要参加一个囡仔写字，哦，爱经过一个非常年的一个过程。什么会叫做外面的教育？伫即马超过二十六年前，1986年，伫美国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Donald Warren， 伫迄个加州的所在，加州一个安南达一个庄下，伊举办一个活动，召集800个人，做一项代志，做一项训练，伊讲叫啥？那叫一个生命教育，吼，生命教育。伊讲咱美国人吼，安尼办足侪学校吼，对小学甲大学研究所，做足侪教育，毋过吼，咱也无充分发挥一个外面的功能出来。伊讲，所谓外面的功能就是四项，是咧强调四项。讲一个有外面的人吼。所以一个有画面的人吼，所以一个有画面的人，甲动物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吼，伊有良心，伊有尊严，伊有自由意志，伊会当甲无共款的人斗阵生活，用简单话讲，融合共生，融合共生，共生甲无共款的人会当斗阵生活。
讲这才是一个有活命的人，毋是干有知识啊，会晓驶车，会晓创机器啊，拍电脑啊，足侪遐个科技的知识。伊讲毋是安尼，活命即、這个有活命的人才有这气哈，啊伊在换钱美国人，不能去跪拜啦，伫遐几十人以前。啊，咱即摆开始，咱大学开始有呾生命教育吼，嘛是伫讲，干遐个知识无够，爱一个人爱有遐四项物件。头一项叫做良心啊，啥物叫良心？就是是非公道的是非公道的观念。囡仔啊，未去幼稚园，啊未受教育的进程，你家试看嘛。这是这个良心是对出世都有诶，上帝荷兰物件，你家讲。我叔叔给你一个糖啊，阿叔叔给你一个糖啊，叔叔给你一个糖啊，阿另外一个给伊一杯糖啊。哦，这个囡仔哦，虽然无数学的观念，无啥物啥思维的观念，所以伊就安尼好呀。讲你安尼哦，伊袂晓讲无公平啦吼，伊就感觉安尼，你安尼唔对啦吼，伊就合理会合理吵。这是咱教育，就是将咱有诶物件啊，教咱用啥物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安尼啊，这叫良心，良心就是。出世就有诶，啊，所以咱台湾话用心安怎讲，叫做天良吼、哦，天就是讲自然有诶啦，咱出世就有诶啦吼，所以天良，反正闽南上歹听话就讲你这个人无天良，就是讲你吼贪白无同款。天良这样物件，上帝出世就有，不过天良这款物件，做是比较精致，你若无介意。栽培，无甲伊保守，像种子啊，无甲伊放伫土里，啊，甲伊压水，啊，伊袂安怎不会开花结籽，啊，毋若袂不会开花结籽，迄种子你若无好好甲伊保护的时，会安怎会烂去、歹去，跩无去。咱大家拢有良心吼，啊，你若无好好甲伊看家的时，这个良心吼会褪色去，会渐渐无去。你头一遍讲白贼的时，头一遍做唔好的代志时，你会安怎歹势给阿面的人？啊，第二遍了呢，有较关系。第三遍呢，啊，不是干阿我安尼啊，别人安怎安尼？啊，不吃白不吃，啊我不做，别人也会做。哦，啊，就渐渐合理化去，啊，你就先渐渐哦，麻痹去。所以良心这样物件，一定爱看到。那无看到的时，人讲你有。到底会来判去？第二项是啥物？第二项讲尊严，讲外面的教育就是好一个人，知影伊的尊严，啊嘛知影别人的尊严。啥物叫做尊严？我到这边有一个研究所学生啊来去甲伊去采访，伊要写论文，啊，帮我交谈采访了，我发觉伊对尊严有啥清楚。但是了，采访了，我讲，某某同学，伫你的意思吼，尊严是毋是讲一个人呐安尼，生甲足缘投，生甲足水吼，帅哥美女吼，就是很有尊严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爱去美容吼，去整形吼。啊，你的意思是毋是讲一个人吼，赚足侪钱，吼，安尼就是足有尊严。啊啦，先讲分数考得足悬吼，安尼就是足有尊严吼。啊，去社会是吼，啊你有较悬的地位，啊就是有尊严。讲对，讲唔对，一点啊都一点都不对。我讲啥物叫做尊严？尊严就是你伫你的班上考几岁，社会啊名是第几分吼，啊你啊都是有尊重到哦，讲迄叫做尊严。虽然你去失业，甚至做乞丐。伊有缘，无人敢去伤害你。伊有缘受到尊重甲保护，迄种尊严。现在有人移民要去做某一个国家的国民公民，讲我伫遐有尊严。一个人用一个破皮工倒入去床底下咧喘气，要看要看的是，还佫受到保护甲看护，迄种尊严。哦，一个人若无有这个尊严的观念，安尼是。人无可能平等，比如我较大，你较细，我是大咖，你是细汉。第三项，外面的教育
咧感觉是啥物？我咪讲咧感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上帝给咱所有的物件，最要紧的物件。创世纪第三章，伫迄爱的农园，上帝给人呾，讲你伫遐管理迄个园，啊，总是予伊呾相当100%的自由意志。无讲本来就讲的规矩，袂当按吹用迄、那个用迄、那个用迄个铁机吼，那个真的是铁机啊，围起来，吼安尼吼，干呐讲去当修理来，所以予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你当照上帝意思去行，啊，你嘛会当无照上帝意思，啊，迄你会晓运用你的自由意志。一个人若袂晓自由运用自由意志，就有啥物款的结果？真侪人去找头路，啊，为已经大学生啊，啊，去做兵了，第四步，吼，啊，甲伊讲，阮这个机构需要啥物款的工作，吼，啊，你是不是欢喜来做这个工作？伊安尼。竟然有发出了两个讲，我要回来问我爸爸妈妈。伊是四五岁，伊有受过相当的高等教育，我要回来问我爸爸妈妈。我的意思不是讲袂当找父母来参详，我的意思是讲，你要到一个职场要工作的时候，你竟然无法当决定我要安尼意思，这个人若伫遮上班的时候，伊会有这个。伊突然来讲，啊，是我要来，我爸爸妈妈叫我来。伊安尼，足侪官员有讲到是家己，啊，若别人拢行。迄伊会晓运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训练你会晓负责。有时咱自由意志所做任何决定，无拢对，有时会错误。不过咱伫错误中间，咱会晓去修改。两个啊，安尼唔对。人100块会当买遐物件，啊我变作爱开较侪钱，安尼你就会晓收集。自由意志的代名词就是负责。上帝给咱自由意志，就是爱咱负责。这样代志告诉你，意思就是好歹你爱负责任。一个人受过。高等的教育，甚至特别特殊学位，所以做代志袂晓负责，啊，有歹的结果是拢天天唬人。如果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安尼，即款的人，有发挥伊外面的光明。一个人若袂晓负责任，安尼到甲至高精神有啥物无共款？第四项外面的教育，第四项就是融合共生。就是你有法当话是无同款的关系中间，你出世的时候，敢若会当甲你的爸母斗阵生活，过来有兄弟姊妹，啊，过来有厝边隔壁，啊，过来都爱甲哦，小学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初高中、大学同学，后来出去了，你都爱伫迄个职场甲人做伙工作，一个人伊若无法度人。甲无共款的人斗阵生活、斗阵工作，安尼即个人有时是比动物搁较紧。融合共生就是有画面的人爱受牵加，人一个人也只有伫迄个融合共生的中间，才会当享受上帝伫各种无共款的迄个人际关系中间所要享受你的丰富。只有干呐会当活伫伊个亲人的伊个爸母甲兄弟姊妹中间，啊你看这个人有发挥伊一个人的画面功能到，要发重心就是在讲这项。咱有真侪受过真好的教育，总是伊含人无法当斗阵，啊伊只有会当甲迄个电脑斗阵，这就是迄个当然我的厉害。伊在放弃二十六年前在放弃美国啦，讲咱袂当，那安尼伊失去着，吼，所以伊在强调讲，生命教育是外面教育一个东西啊，唔是搁在加添真侪款的知识，真侪款的技能技巧。这两年之间啊，对我接触了这九年外来，有缘是咧做这个，这人虽。即个151个，虽然是因的智能比咱较无同款，较欠缺，
也有伊嘛是一个活活的人，我嘛是通过特殊教育方式，甲咱甲一般的囡仔教育无共款的看待方式，嘛是爱互伊会晓分辨是非，至少会晓人讲就是啊，会晓人讲对不起，会晓人讲没关系。虽然有的囡仔实在是唔知影谢谢什么意思，唔知影对不起什么意思，总是伊若有即款行为的是会晓安尼讲，啊，敢毋是已经达到迄个目的？啊，人若离开的是伊会晓讲，讲再见，我想安尼就是有发挥一个半天的迄个功能出来。我嘛需要看到阮的囡仔，伊有尊严，伊虽然伊的面相、伊的款式和别人无共款。啊，讲话轻松诶，就是爱回答，伊是一个活活人。啊，当伊若受到尊重、受到保护诶时，伊则会晓去尊重、保护别人。过来，我嘛爱参加伊运用因诶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是上帝予咱诶。我拄仔讲自由意志诶目的是啥？训练你做一个负责任诶人。我嘛爱互伊选择。我袂使家己规定讲，哦，你今日穿真领，你今日穿真领。哦，当然有时，因有诶脚体型较低，伊比较不袂讲，哦，热天就爱穿短袖诶，啊，冬天就爱穿长袖诶。所以我到热天诶时，长袖诶衫拢甲收收起来，甲它穿短袖诶衫。啊，嘛是互因选择，选择要穿起色诶，穿起色诶。安尼，当因穿好势时，人会感觉哦，衫也好漂亮。哦，啊，就哦，这个很奇怪，安尼渐渐互因会晓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自由意志，咱也袂晓主要自由意志是咱常常做无负责任的代志，上具体就是咱社会选举，社会选举的中间，先啊有迄买票，买票意思就是啊，请你放弃你的自由意志。听我的话，选什么人？啊，放弃，予人买票，放弃，自由意志去选这个人，就是安怎？就是无负责任的人。选好选歹，你爱承受迄个后果。犹太人，因有一个无神论的讲，那每一遍的选举，也是每一遍的开会决定，那超过70%的，伊讲迄个无属实。伊讲要超过70%，那超过70%是不是？甚至讲拢80%迄吼，伊讲迄叫啥？迄有问题。迄若毋是规避，就是利用；若毋是叫人强迫，就是叫人买收。耶稣定是假事实，是偌济100%。定义是假，定义是假。咱有好好看圣经，内面有买收无？有。内面有强迫无？有。所以100%。我嘛爱训练囡仔，你爱去家己选择啊，迄、那个成长，迄、那个效果，互人娱乐，还是无互人娱乐，还是有好的结果，还是无好的结果。因为伊无论伫外面，伊也是一个有画面的人。第四项就是爱互伊活伫无同款的关系中间，所以我伫2000年将迄个金冠的位置拆掉，不过是一个低的迄个界限啦。爱互伊知影，这是因生活的环境。佮出去就是因生活的环境。啊，伊若出去，伊就会晓转。假使有只囡仔嘛无参加讲，伊出去会晓转来的时，安尼表示迄个环境、迄个所在是真失败的所在，因真无爱变的所在。我来训练伊，甲无共款的，常常所以外口的人真方便入来。啊，伊嘛会当伫附近安尼出入，啊，互因会晓甲无共款的人斗阵，啊，阮起头是拢带因出去，啊，逐年拢爱带因去无共款的环境，对学校来讲，无共款的学校，去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啊，互因接触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人，互因会晓活伫无共款的关系的中间。后来，阮感觉讲，安尼带出去，安尼，因为囡仔特别出去，拢是少数。总是，阮想卫生拆了，有较侪人无共款的人进来了，嘿，
因会晓，唔那会晓叫叫阿姨、叫叔叔、叫阿公、叫阿妈，啊有时有哪会叫咱唔对去啦吼。所以我会甲遐人提讲吼，当你若安尼吼，安尼真少年，啊叫你阿姨吼，你若唔能受艰苦心啦吼。啊你若安尼吼，已经吼五六十岁，爱去叫你阿姨、叫你姐姐吼，啊你唔能受欢喜。那是因为直接的这个感觉，迄个目的就是因会晓甲无同款的人斗阵，安尼才是一个有画面的人。1962了，就是二十世纪的会煞的尾期了。欧洲的经济有一个足大的改变。因对经济看法，因发觉，毋是钱愈济愈好。讲较白就讲，毋是愈济钱就愈幸福，嘛毋是愈济钱你的生活就愈快活。因感觉讲经济爱到某一个程度，毋是无限地一直发展。所以因发展一个叫啥幸福经济，哦。因为咱个中文翻做幸福经济，其实伊的英文就是讲有深度的经济，即是哪？讲，拄好就好。有当时啊，若伤过济，当一个人一直拼到吼，啊无眠无日吼，啊无亲情、无家庭生活、无啥，伊讲迄个生活已经无品质。亲像安尼，我嘛爱。看到我的囡仔，所以我的囡仔智龄，伊的智商比70以下，总是因游玩是一个有方面啦。啊，我的看到最后的目的就两项，买当讲，我的看到有成功还是失败，就是看迄两项。经过几年一段时间的看到了，伊是毋是自己过得真欢喜？对伊的面相会当看出，伊是毋是真侪有快乐感？第二。伊是毋是真个一个受欢迎的人？假使真侪囡仔父母用心计较，啊，用足侪心神，开足侪钱，结果即个囡仔面相拢袂笑，安尼是失败教育。假使即个人安尼，逐日都欢乐喜面，啊，毋过行到倒去吼，啊，拢互伊难过，啊，无受欢迎，安尼嘛是一个失败教育。所以，我咧看到阮个囡仔，毋是互伊真侪帅哥，真侪美女。啊，嘛毋是互伊捌足济迄个知识，捌足济字，就是我个囡仔有诶，捌有欢喜吼。啊，有诶是数字概念对，吼、哦。啊，你安怎来教，伊就讲袂出伊个理由。总是当伊若快乐个时，当伊若到处受人欢迎个时，即就是阮教育个目标。因为伊则是一个有画面个。亲爱兄弟姊妹。最后说讲，我是啥物货？我是道路、真理、活命。最后说也是同款，伊是安尼要真侪咱的路，真侪咱的真理，啊，真侪咱的活命，就是要让咱真侪人快乐啦，真侪人到处受欢迎啦，互人因为我这个好，咱当心来记住。注意看老爸，我感谢你，你先是阮活命。你阁用你心的话来拯救阮，用你心的心来感动阮，求你帮助阮，真侪你有画面的影子，予阮真侪有天良的人，予阮真侪有尊严的人，予阮真侪一个会晓运用自由意志负责任的人，予阮真侪会当活伫你所手术做对款无共款的关系状态的人，求你帮助阮，予阮若做你有画面的影子。也予阮做你有画面的担当，求你帮助阮，也求你接纳阮今日为着这个教育的时间所付出的奉献，求你来担当，愿同心安尼恳求，我着救主耶稣的圣名。